兄弟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经文是《箴言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《箴言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这段的经文会讲起做担保的问题。古早时阵嘛有人做担保的问题，到底现在也是犹原同款。这是一个经济的活动，总是作者在这里提醒咱要有智慧来面对做担保的问题。他在这里说，你如果替厝边做中保，去替外人应答，减菜你就有拄到陷落伫危险的中间，因为对方若毋是一个实在的人，你就予伊来拖累落去。总是咱嘛无应该因为安尼，咱就失去对人的信心甲信任。当你要做担保的时，亲像经文内底所甲咱教示的，伫第四节安尼讲起，毋通予你的目睭困去。唔通让你的目睭皮放开，所以伊是咧提醒咱，咱家己目睭就爱天和金，看啥物是好是对的代志。那是为人做证人，这嘛是一种担保，敢毋是？迄个人那是需要咱伫法庭的中间为伊来做担保，为伊来作证的时阵，咱出伫信用上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通过安尼会通，互一个做好的人会通得到温暖，互伊会通伫法庭的中间有人作证甲担保，互伊得到帮助。咱的耶稣基督，伊就是一个中保，伊就是保证咱甲上帝中间的迄个保证人。咱今仔日已经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咱就爱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是就讲是，毋是就讲毋是。包括咱伫世间经济活动的顶头，咱也爱用实实在在来面对所欠用的人。圣经里底会甲咱讲起，咱若借钱予送饷的人，兼差安尼，咱就是帮衬着，接待着天使。所以，咱爱尽咱的能力来帮衬需要的人。总是咱嘛爱亲像圣经里底所讲的，唔通予你的目睭困去，唔通予你的目睭皮放起。咱爱有省察的心，明白是非的心。咱要帮助一个人的时阵，咱爱有智慧来正做对方的帮助。当你要做中人、做保证人的时阵，嘛是同款。真正困求主，予咱有智慧，真正会通彼此伫信任的中间来成做人的帮衬。伫教会的中间，咱有当时咱拣菜嘛会去成做兄弟姊妹的帮衬。总是要做中保保证人的时阵，你要看你的信任感到什么程度，你也要有智慧。有当时不是你一个人决定就好，你需要敲找上帝的旨意，你需要跟你的亲人来参详，你也通找教会你所信任的兄弟来参详，和上帝智慧在咱中间来引导咱，和咱也有缘会通伫做中人的中间，无失去咱对人的帮衬甲疼。
求上帝予咱有智慧来面对咱伫生活上所拄到遮个问题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恩典的父上帝，你诚做阮的中保，将阮对罪恶的中间来救赎出来。愿你帮助阮，因为你信任阮，诚做阮的中保。阮因为信，也得着主你的称义。阮今仔日检采伫阮的生活中间，会去诚做人中间的中保。愿主你赏赐智慧，予阮会通来分别，要安怎来诚做需要的人的帮助。恳求主赏赐智慧伫阮逐人的顶面。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